终于到了，这地方似乎挺破败的嘛。有着上古武器的那座山，不知道在哪儿。木雨，这里就是你旧时待过的地方。嗯，那你是否发现什么和家乡有关的事物？ 这里已经变得太多。嗯，沐月，忘了问你，你上次和那名旧时相见，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哎，竟忘了先问这件事。算了，咱们在这儿多打探一下，也许 能探听到些什么？嗯，我也有件在意的事，想弄清楚。在意的事。
跟那名旧师有关吗？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小竹琴，为何这么惊讶？他是阿奇。哦，默契挺好的嘛。风玉，你怎么还在？司空兄弟，怎么连你也……我一直都在啊。你不是要去找什么上古武器？既然已经到了傅岩，也算是了了这趟同行的目的。我们还有重要事情得做，就此告别吧。司空兄弟，别这么冷淡，我们同样都是要打探消息，不妨合作，说不定还能互通有无呢。这走吧。走吧。
原来上古武器被封印在脊山，那封印仍被如此重视。所以你要准备登脊山？这是自然，我来此地就是为了一睹那上古武器的风采，怎能空手而回？沐月，你方才有打听到关于你旧师或华胥的消息吗？看样子是什么消息都没打探到。我也想去脊山。哦，沐月姑娘，你也对脊山有兴趣了？那我们一同上山吧。沐月，凤玉去脊山的理由我明白，但你我此行的目的是查访你家乡的消息。如果傅岩没有找到你的旧友，又没有你家乡的消息，现在即刻转往商都应不会太费事。我不明白为何还要登脊山。我无需解释什么，司空宇，我说过，如果你想回村落，我不会阻拦。你真的很有使人发怒的本事。好了好了，二位都别动气。司空兄弟，你也别黑着脸了，或许脊山上有沐月姑娘旧时的讯息也说不定。沐月姑娘，我看司空兄弟也是担心你误了回乡的事才会阻拦你上山，所以就别和司空兄弟怄气了。我没生气。是是，司空兄弟你还年轻，再教你一个道理，姑娘生气让她就没事了。你哪来那么多歪理？经验所得，你铭记于心，保准获益无穷。好吧，不过就算咱们想上脊山，此地的村民对那里严密把守，要怎么上去？我方才注意到一条小径无人盯防，晚上从那溜进去便是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找间逆旅好好休息会吧。休息过后吹吹晚风，真是神清气爽啊。凤玉，你说的地方在哪儿？你说的出入口在哪儿？怎么你们都这么严肃？好了，跟我来吧。就是此处，走吧。这里感觉好像不太一般，毕竟是藏着上古武器的地方，自然不会一般。玄涛姐，会是他吗？沐月姑娘，你在说些什么？走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